买的东西都带这个纸，对，就是啊。哦，要是咱们国产就不带这个了。没有。它为什么还不一样呢？有的这儿有，南方它的咱们这有。是啊。黄铜的有啊。哦。啊，这就是那个带珠的啊。嗯，那都带珠的是。它是不是这珠的贵？它还得在地方都是。喂，上课哎，走，你就该怎么干怎么干你了，它是一个小小短片录像，不是照片。来，哎，你看哎，他说，哎，有动是吧？什么动？哦，走走走，哎，你走吧，我录着箱里味道。等你录箱呢。哎。远点，你把它脚底挑一挑，整个的这个套上，然后车间里都干活呢。我给你站着套去。改动了吧？不行再改。哎，整个的。这厂子过程是。对。你得把它，它光修。上点茶子。我也写的照片。上茶了，上茶了。录个像。我眼都花了。我眼都花了。我眼都花了。你待会看，那会是不是你要是拍的质量不太好的话？下午找一个地，别动，人家手一动，他把皮拍出来的。你不能说光停留在他这手上，然后他这个过程是怎么着的？知道。嗯。
来空炸豆腐，来个这个空的，这空的几个？这个。真的，还得咕噜个人儿，你看看。运食啊。这是装的是，这是装桶吧？五升。你这装的太大的了。那石子转过来呀。啊，是。能找树枝吧？以前老说烟路烟路的，我合着是烟头打进来了。好，走。介绍卫生。哦，这是电池的，这个电池也是家里用的。哦，好的，这个电池的，挺好的。好好。吃再说吧，先看小伙子点过去。啊，你把孩子打。